你死吧！ 臭小子，就你这点雕虫小技，还想害我姐夫，简直就是异想天开！姓乔的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便。 要报仇，随时来找我。走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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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巨贤，你怎么还不上去？啊！
等来历，下手如此狠毒。短短时间连胜帮内13名高手，便是今日乔帮主在此，恐怕也不过如此啊。乔帮主在此怎会如此不留情面？都是帮内兄弟，与他交手非死即伤，此人恶毒至极。何人下手如此狠毒？下手也太狠了！下手是啊，这样吧，对呀，兄弟，大家都是兄弟，如此不留情面，大致分舵，庄聚贤胜。大致分舵，庄聚贤连胜13阵，各分舵之中还有谁愿上台挑战？若无人挑战，庄聚贤就是今日的胜者。按本届大会立下的规定，我宣布新任丐帮帮主庄聚贤既然已经选出了丐帮帮主，还不快来拜见？大致分舵舵主玄冠卿率众兄弟参见帮主。参见帮主。